这边还有五碗茶跟青石，谢谢。咖喱鸡烩饭，然后招牌奶茶冰的跟招牌水果茶热的，这个是蝶兔，叫番薯。这个是特浓牛奶锅。这是调味料，有葱、沙茶酱跟蒜头，然后里面有鲜奶煮的高丽菜，然后这是火锅盘，这是牛肉，有饭盒，然后火锅料菌菇、豆腐、南瓜、葱菜。蒸鸡蛋，白饭，很香的那个鲜奶的味道。是南洋咖喱鸡烩饭，喝一碗汤。这个是热的招牌水果茶。冰的招牌奶茶，这是糖。那咖喱鸡很嫩哦，因为我是纯的鲜奶，所以奶味很浓郁，很香。
去开水。这个是果汤。晨晨也是很喜欢喝奶茶。我很喜欢喝那个牛奶汤。在看了，用牛肉涮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涮一下就可以吃了，带着奶香的牛肉吃。晨晨，你玩辛德勒拉那一套啊？晨晨，晨晨是跑来看这只兔子，韩籍的兔子，它是一只母的哟。他在吃饭饭呢，看他在吃饭饭。干嘛呀？哎呀，吃饭饭呢。可以啊。这黄连水果茶蛮好喝的。上面是苹果冰，然后里面有草莓、凤梨、柳橙果汁。加茶包，吃的苹果丁，还有奇异果，奇异果丁。甜点其实可以就是搭配持久人套餐啦，然后选一点喜欢的甜点，然后配大家要带固定啊，不会带的，这样你叫我换。这都是今天，这边还有卖早餐。看完兔子回来了。
下面就是一个杯子蛋糕的造型。这边是烘焙坊。